市政署话你知，大家都要按照食安标准同卫生要求嚟生产经营食品啦。而家时间系晚上七点。澳门电台一至新闻简报，行政长官选管会主席宋敏妮初步预计，行政长官选举需要个半小时完成选举工作，包括投票、唱票并公布结果。宋敏妮话，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今个月25号上午10点在澳门东亚运体育馆举行，会场设有30个划票间，选委必须使用选管会提供的专用印章投票。票，否则同涂污选票一样视为废票。选委必须确保投票过程保密，禁止在划票间内使用手机及录影功能的设备记录投票过程。他提醒选委，如果触犯有关指引，将被控加重违令罪。宋敏妮呼吁所有选委出席行政长官选举日，目前仍然有20多名选委未领取投票权证明书，选委可以在选举当日入场之前领取。南海复季休渔期今日中午12点结束，在内港的170多艘渔船驶离茅柏区出海捕鱼。海事局和海关在内港一带指挥海上交通，其中海关派出无人机在空中监察，以预早发现突发情况。有渔民反映，休渔期刚结束，需要逐步展开作业区域，首日只能够到沿岸作业，渔获不是太理想。另外有渔民说，渔获不错，其中虾较多，蟹和鱼就比较少。有鱼栏老板说，为了稳定货源，近年已经改从外地入货，生意不会受本地渔业和休渔期影响。海事局说，今年休渔期间，内港曾经发生一宗渔船火警和数宗小型油污事件，当局已经加强内港一带的巡查和宣传。48岁女装可涉嫌同内地女子假扮赌博，合谋诈骗娱乐场135000港元。司警接到皇朝区娱乐场举报，怀疑任职9年的女装可在当值期间，先后4次联同涉案内地女子合谋诈骗彩金。司警话，娱乐场翻查监控录像，发现两人在没有其他赌客时候才展开赌局。内地女子在开赛之后，将筹码放到胜方的位置，女装可就如常派彩。司警在娱乐场内接获涉案内地女子，涉案女装可就由内地住所经关闸返澳时候被捕，两人承认犯案，供称已经平分赃款消费和赌博。香港机管局说，将会继续在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进出管制安排，法庭临时禁制令将会持续生效至到下个星期五。香港传媒报道，机管局在报章书面刊登星期三从高等法院法官取得的临时禁制令，并详细列出10大命令内容，当中包括禁止任何人故意阻碍或者是干扰机场的正常使用，不得在机场出席或参与任何在机管局指定地方以外举行的示威、抗议或者是公众活动。禁令指出，警方有权在有合理理由怀疑下拘捕或者是驱散任何有机会触犯禁令条款的人士。任何人士例如煽动展开临时禁制令禁止的行为，或者会构成藐视法庭。至于两处示威区的范围，法官允许机管局如果有需要配合机场运作，可以重新编划、取消或者是缩细示威的区域。《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私下同幕僚及顾问提及，向丹麦购买全球最大岛屿格陵兰岛，以扩大美国国土。报道指出，有部分顾问认为有关购买的想法是讲笑，亦都有顾问对事件认真看待。报道又说，特朗普下个月将会首次访问丹麦，但目前未有迹象显示会将收购格陵兰岛列入会面的议程。新闻报道完毕，本台下次报道新闻时间在8点。
庆祝加德士氹仔环保油站投入服务，而家入油即送 1.5 倍积分。加德士特约天气消息，唔该晒新闻部嘅同事。唔该晒，新闻部嘅同事，时间去到晚上7:05，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天气展望，大致多云，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3到4级西南风，间中系5级同埋会有阵风嘅。气温系将会介乎摄氏26至32度，相对湿度70%至95%之间。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系9，级别属于高噶。Olá, como tens passado? Como vai a família? Tudo bem. A minha família está ótima. 你嘅葡文讲得咁好嘅，你喺边度学噶？我又想学喎。好意啫，想讲得好似我咁好，跟我一齐听葡文齐齐讲啦。Vamos falar português.成日咧都会觉得读理组嘅同学咧都好少话会投放好多时间咧嚟到去学一种外语嘅。咁毕竟咧，其实去到高中，同学可能都会主力放喺学业上面啦。不过咧，我相信总有例外嘅，就好似今日嚟到同我哋分享学习经验嘅黄文亮同学咁啦。Hola，你好啊，不如先自我介绍下先啦。啊，你好啊，我叫做黄文亮啊，我系持有中学毕业嘅。咁我有个朋友名叫 Manuel， 咁啊，其实好多人都叫我Manuel， 因为有好多人，因为好多人都唔识读我个名，所以佢哋直接叫我 Manuel 咯。咁啊，系的而且确 ，Manuel 咁啊，唔惯葡文发音嘅人都会可能会读咗 Manuel， 应该都有啲难。咁知道你将会去葡萄牙就会读生物工程嘅，咁对于呢一个科目嘅嘢咧，其实我真系唔在行，因为我总系觉得呢啲系一啲好难、好难，我学极都学唔识嘅嘢嚟嘅。咁不如你简单同我哋讲下呢一科究竟系读乜嘢嘅？其实生物工程呢个咧讲就好似好专业咁，但系其实佢入边系咩都包嘅。但系佢一开始咧就系学一啲最基本嘅生物上面嘅嘢啊，跟住喺分析同埋研究上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涉猎啦。跟住仲有佢去到最尾嗰年就会更加专业化，就会系变成系净系食品嘅工程啦，又或者系环境工程啦，或者系生物医学上面嘅工程嘅范畴咯。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因为我知道你将会系用葡文去读嘅呢一科系。咁不过咧，我都知道其实咧，你嘅葡文咧都唔系初学噶啦，其实都学咗3年嘅时间，系咪？同埋而家都已经系考咗 B1 嘅程度噶啦。咁最初点解你会学葡文嘅？都要讲翻2-3年嗰阵时啊，因为我对唔同嘅语言其实都产生咗浓厚兴趣嘅，因为唔净止系葡文啦，其他地方嘅语言佢都有好独特嘅发音啊，又或者系文化咁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好有兴趣嘅。跟住我拣葡文嘅原因系因为澳门有一个好独特嘅历史啦，咁就系驱使我去读葡文咯。跟住就喺嗰阵时我就开始读 A1 嘅葡文啦，跟住又慢慢读上嚟，又上到嚟 B1 咯，咁都几辛苦，即系讲真。都理解嘅，因为其实每日放咗学之后咧，仲要抽时间去上堂啦，咁翻到屋企又要做翻日常嘅家课啊，或者仲要应付测验考试啦，咁都为期系成整整3年嘅时间。高中，真系好难得其实。有冇谂过将来想做啲乜嘢？循住边个方向发展呢？应该都会由我读嗰科出去发展，即系喺生物同埋研究呢啲方面度着手咯。同埋可能出到嚟之后都系从事一啲研究啊，或者系一啲化学分析嘅工作咯。咁我知道澳门系比较少呢啲行业嘅，但系往好嗰方面谂嘅话，就系其实都好少人喺呢一方面都会有一个竞争咯。咁所以其实都算系一个几好嘅一个科目咯。同时亦都系到时都会系粗流利嘅葡文，同埋流利嘅葡文都好紧要，绝对系一个优势喺度。系啊，同学都睇得眼光都放得几远。咁好啦，其实10月咧就出发啦。咁一个好有理想嘅年青人，祝你一切顺利啦。老套啲讲句，学业进步，应该都已经好进步噶啦。我睇好啦，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Adios, bon fin de semana.
葡文齐齐讲由教育暨青年局语言推广中心制作，逢星期一、三、五早上7:40播出，同日晚上7:00新闻后重播。我哋嘅网址系 www.dsej.gov.mo/cdl。如果想攞我哋节目嘅文稿，大家可以喺节目播出之前两个星期，去到教育暨青年局辖下嘅各个中心、终身学习服务站同埋澳门电台免费索取。唔使出门，下载澳门世宝，九种支付方式，随时买到世界各地各种商品同享受服务。澳门世宝网上商城提提你，今日系农历7月16。三地月费好贵，点拣啊？梗系用中国电信两地月费，仲送你6次香港上网，啱晒周不时去香港用啦。仲唔系两地月费三地享受？咁抵，仲快啲带我转台，中国电信好好多。半岛芳、刘心月中秋送礼首选 Cafe Free， 而家预订仲有买三送一添，预订热线6668-8408。澳门回归20年，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成功实践，在我地携手不断努力中，走出了成功的道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稳步向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在8月25日举行，澳门即将进入新的里程碑，尤其是参与助力建设一带一路同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创发展新格局。新一任行政长官将带领我们继往开来，面对挑战，迎接机遇，前路齐步走，开拓新道路。游泳是一项健康有益身心的运动，带给我们很多乐趣，但是在游泳之前必须做足准备功夫。游水之前要先做好热身运动，吃得太饱又或者太饿都不适宜游泳的。多啲照顾儿童同埋长者，落水前记得先冲身，仲有千祈唔好喺泳池内便尿。记得啊，无论做任何运动都要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要量力而为啊！以上资讯由体育局提供。网上输入证件号，缴交为例快一步。交通厅提提你，网上输入车主证件后4位号码，可查询缴交交通违例罚款。我啱啱离职，旧公司退翻之前工落啲退休金俾我，你不如陪我去翻转旅行啊！你都识讲嗰啲系退休金，你咁样系过早消耗将来嘅预备。除咗改变用钱观念，你不如考虑下政府嘅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啦，佢会帮你一直储住啲钱增值，又具有可携性。而家透过个人计划自己供款储下钱先，搵新工嘅时候不妨留意下间公司有冇加入。有的话，到时再同公司一起用共同计划供多份，实行积蓄个未来啊！咦，你好似有啲研究咁噃？揾个地方坐低，我带你浏览埋央积金资讯平台，研究下边只退休基金适合自己仲好啦。参与央积金，退休更安心。你好，有咩帮到你啊？你好啊，我想开设饮食场所。揀铺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啲乜嘢啊？首先，揀嘅铺位要系商业用途或者获发公务局注明可开设饮食场所文件先得噶。喺地库第二层或者以下嘅单位都系唔会获发饮食牌照，而铺位系唔可以有非法工程噶。亦要求同邻近建筑物有足够距离，咁啲油烟就冇咁容易影响到街坊啦。收到。咁如果遇到啲复杂嘅技术问题，可以点啊？如果遇到技术疑难，欢迎透过市政署一站式发牌服务嘅技术会议，先将问题理顺再落实决定。而第一次会议仲系免费噶。仲有啊，店铺装修嘅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已核准嘅方案，修改有可能导致延长发牌时间，所以一定要事前做好规划。如有疑问，可以浏览市政署网页或致电2833-7676查询。市政署与你共建美好城市。澳门电贸已经推出手机版的报关系统，可以用手机 App 电子报关啊！即刻在 Apple Store、Google Play 输入澳门电贸搜寻安装，体验更方便快捷的电子报关啊！查询请打2822-8188。FM 100.7澳门电台 www.tdm.com.mo 网上直播，听
听时代，听记忆，听经典。嗱，嚟微信会员中心上先啦！嗱，嚟超市提提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5。有礼生活齐奉行，市政署话你知，依家天气系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每个小周末，星期五晚上7:00到8:00，喺烦嚣嘅都市里边，等我哋一齐放下急促嘅步伐，享受片刻宁静。澳门电台 Happy Together， 我系李心怡。系啊，阿蚊。系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腹内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出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水，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打击于心里。红尘漂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陈年沾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可心空虚。
翡翠，多得雨水。一种感恩的心态，就算落雨我们都要感恩它为大地作出滋润的。刚刚听过有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觉得这首歌刚刚拍的时候差不多真的全城轰动，因为在很多的媒体上面都大家即席 live 这样唱这首歌。世界各地，即识得唱广东歌的朋友可能都有参与当中。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有住同一个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甜酸苦辣，到最后尾的时候我们怎样懂得和明白感恩一切。晚上的时间7点21分钟开始，星期五晚上一个小时 Happy Together 的节目时段 Happy Friday。 直播室里面有李心怡的出现，刚刚听过一首近期都很 hit 的作品，也是我们电台本周推荐歌，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为我们的节目拉开序幕。欢迎欢迎FM 100.7，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咧都有我哋嘅 Happy Together 嘅，不过每一日嘅主持都唔一样，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呢一个钟头就会有我啦。唔经唔觉一个星期咧就过去咗啦，系咪？喺过一个星期里边咧，可能好头痛，包括你屋企嘅工人姐姐放假啦，跟住洗衫、扫地、拖地、洗杯、洗碗，可能都系你做啦。我讲紧嗰个系我啊，头都痛埋。希望自己的工人姐姐呢，她放假都可以很开心啦，可以跟她们的家人相聚啦。有什么开心得过可以跟家人相聚呢？如果我都觉得开心的话，她都应该是的。
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时候都要把握时间，找住机会唱出来。转眼间岁月不留情，想讲已经不可以再开口了，因为每分每一秒都在度变化当中，在这一刻想做想讲的情话应该要讲。张敬轩过云雨 CTM 大家共享月费计划，可以同亲友齐齐共享数据、语音同短信。依家时间系晚上7:30。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澳广视推出一系列双庆特别广告套装。即刻打嚟85994840，同我哋市场推广科联络啦。
依家天气系室外气温6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嘅。天气预测方面，听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3到4级西南风，间中系5级嘅，而且咧会有阵风。气温系介乎喺摄氏26至32度，相对湿度70%至95%之间。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系9，级别属于甚高。道路复杂，状况多，紧握扶手，站稳妥。交通厅呼吁市民为确保巴士乘客安全，上车后请紧握扶手。有展翅高飞嘅雀仔，有造型得意嘅小马，仲有色欲嘅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嚟自西班牙嘅舞团阿拉卡拉丹莎，带你一齐飞入艺术家达文西嘅想象世界。舞蹈剧场《达文西的奇想》，8月24至25号澳门文化中心，购票热线28400395。在巴士站等车的时候，千祈不要走出行车道截车，否则很容易会造成意外的，也会令到巴士司机埋不到站，影响交通。而当巴士埋到站的时候，记得要一个个排队上车。只要大家遵守秩序，自觉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优质的公交服务自然拥有啦。每年都要放一放假，放假最好去旅行，旅行是生活的按摩师。闲适的时候最好阅读一下，书本是生活的导师。有机会同朋友聚一聚头，朋友是生活的厨师。星期一至五，五星 club， 在生活中学习，学习过好生活。新闻，澳门电台新闻及资讯节目科制作。各位听众晚上好，下面是普通话新闻。议员施嘉伦和宋碧琪总结第六届立法会第二会期工作。宋碧琪指出，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市民对法治建设的要求增加，立法工作越来越繁重。政府这个会期共向立法会提交了20个法案，其中审议通过有9个。本届会期立法工作量依然比较大，但面对社会发展的诉求，立法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他促请政府加快民生发展的立法项目，包括增加公屋的数量以及提升医疗质量，设立全民医保等。议员施嘉伦则表示，今年是特区政府换届年，由于外围形势不佳，社会忧虑澳门会受影响。他促请政府做好各项民生的立法项目，也要密切留意经济环境变化对本澳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及早制定应对措施。旅游局旅游产品及活动厅厅长司徒林立在本台时事节目《澳门讲场》表示，今年光影节将首次扩展至北区，并评估去年活动的成效，寻觅本澳条件许可的地方，令大家感受到不同区分的魅力。司徒林立说，举办旅游盛会会首先考虑地点，包括交通配套及地点承载能力，并会同相关部门商讨协调，包括巴士公司等。他还说，上周已就国际烟花汇演展开跨部门会议，商讨交通配套及临时封路等措施。大型活动后也会有检讨，期望把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旅游局局长文启华希望在社区旅游活动和居民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未来将继续同社区团体合作，以更精准地掌握社区需要，还呼吁社区多发表意见，优化活动安排。旅游局局长文启华、副局长徐耀明、旅游产品及活动厅厅长司徒林立出席本台时事节目《澳门讲场》，总结过去10年的旅游节庆成效。文启华表示，本澳如果单靠恒常景点，可能难以吸引旅客再次来澳，因此以旅游盛事做招揽，尤其在淡季推出，以平衡旅客量。
他表示，过去十年除了大品牌的旅游活动，还会加入结合文创和美食相关的新品牌活动，如光影节及影展等，以达到社文思期望的协同效应，结合多局力量，推进盛事活动和品牌项目。副局长许耀明说，局方针对大型活动做成效评估，结果反映包括对活动的满意度及认知度的分数都处于中上水平。行政长官选委会主席宋民力说，行政长官选举将在本月25号上午10点在澳门东亚运体育馆举行，会场设有30个划票间，选委必须使用选管会提供的专用印章投票，否则和图屋选票一样会被视为废票。选委必须确保投票过程保密，禁止在划票间内使用手机和录影功能的设备记录投票过程。他提醒选委，如果触犯有关指引，将被控加重违令罪。宋敏丽呼吁所有选委出席行政长官选举日，目前还有20多名选委没有领取投票权证明书，选委可以在选举当日入场前领取。国家发改委发言人孟伟表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物价不具备全面大幅上涨的基础。孟伟说，今年以来，中国物价运行基本平稳，一至七月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上涨 2.3%， 处于合理区间。孟伟还表示，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制定多项方案预案，保持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目前一些措施已经在有效落实，并产生积极成效。发改委将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化，根据需要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正式向国会提出建议，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地区，暂时没有说明具体地点。佐科维多多在庆祝74周年独立纪念日的前一天发表国会演讲时提出计划，他表示，首都不单只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也是国家进步的代表，迁移首都的提议是为了实现经济平等和公益。雅加达因为几十年来超量抽取地下水，导致有下限的风险。有环境专家预测，如果情况持续，雅加达三分之一的城市面积可能会被淹没。这次普通话新闻报道完了，下次普通话新闻在明天早上7:30。普通话新闻，澳门电台新闻及资讯节目科制作。食饱又放开丝啦，过得几好嘛？你唔好唔记得应承咗我啲咩喎？咁就十年咯，形容呢个感觉，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期待又担心，我有个好消息想同你哋讲啊！我身边每个人都系有故事嘅人，张开眼，打开耳，睇到嘅、听到嘅事，都系值得记低嘅故事。逢星期六早上9至11，陈如欣《有故事的人》，甜酸苦辣咸，同你一齐细尝生活。每个小周末，星期五晚上7至8点，在繁嚣的都市里面，等我们一起放下急速的步伐，享受片刻宁静。澳门电台 Happy Together， 我是李心怡。遗失一脸幽怨，没对你再有留恋。16号沐浴九州的温泉，遗失痴心一片。大概我情绪快要复原，手里行李送检，再不过重没有怀念。自咒自伤自怜，已成过期旧证件，逐渐留低挂念，
直到没法心软，没故意留下底片，捕捉幸福的片段，这张明信片路边一角任选，没故意提及辛酸，换取陌生的挂念，不知你那张脸留在哪家走至到处留情。暑假已经过了大半的了，听日已经是8月17号了。如果读书的朋友剩余的不够两个星期的时间，好好把握。我知道有很多读书的小朋友或者是中学生年轻人，暑假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安排的。多的意思呢，即是譬如一日里面呢起码有三个项目呢要去上堂，仲一忙过平时返学，咁係咪我唔知呢，即係咪忙过返学我就唔知，但係呢时间表呢肯定都唔会唔密㗎啦。咁呢我有机会呢喺今日暑假呢同一班小朋友共度咗几个小时啦。小朋友嘅意思，我嘅定义呢就係六岁七岁嗰啲啦，咁我哋一齐共度咗几个小时。我一个对十二个都犀利㗎。但呢我发现到一样嘢嘅，同小朋友相处，无论你教佢嘢又好，或者係你教佢嘅时间佢又教返你啲嘢都好呢，你会觉得好开心嘅。同埋係唔会有压力嘅。嗰种压力系乜嘢呢，我唔识讲，即係冇咩压力，即係冇平时生活上面嗰种嘅压力啦。可能是人同人相处之间那种的压力，你不需要戴面具，不需要讲假说话，很纯真地过了几个小时。这个暑假对于我来讲都很难忘的，不单止是你。如果真的一天有几个课程要去读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里面他们不会觉得闷，他们要好像我们接了两个 job 同一晚要赶场那种感觉，太忙了小朋友们。不过最重要你们开心，真的学到东西啦。FM 100.7 澳门电台，入
www.tdm.com.mo 网上直播。听时代，听记忆，听经典。卫生局呼吁预防寨卡、登革热，户外应穿浅色长袖衫裤，使用驱蚊剂。而家时间是7:45。宏理保险，你的退休策划专家话你知。而家天气是7:46，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今日的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3到4级西南风，间中是5级，而且是会有阵风的。刚呼出的鹦鹉，刚生出的一串禾草，泥土中拥抱，一束光轻轻鼓舞，每日擦亮眼，也是新的一个晨早。深呼吸这份奇迹，新鲜的空气，神奇地来到，精心的创造。这世界如何地动，也送我那雨水的滋润，如何的单纯，多方会自我怀疑自信，也看到最美好生之中，能游出彩虹。黑暗中天会给我光，有自然运送，天会给我风，幻想奇妙舞动。刚开花的春季，刚出生的可爱孩子，娃娃的一哭一笑，每段偶遇也会是有些恩赐驱使。天一黑笑着沉思，清晰的感到斜阳下微雨，放松的意义。这世界如何地动，也送我那雨水的滋润，如何的精神，多个空会自我怀疑自信，也看到最美好生之中，能游出彩虹。黑暗中天会给我光，有自然运送，天会给我风，和白云在抱拥。正是会动，我永远虔诚地信，这世界有这种心之中，谁人都心痛，多痛何劳我全然宽松，有过最美妙情感触动，才来得宽容。暗送天会给我光，有自然运送，天会给我风，幻想奇妙舞动。天会给我空，无任何负重，天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笑容。每个小周末星期五晚上7:00到8:00，在繁嚣的都市里面，让我们一起放下急速的步伐，享受片刻宁静。澳门电台 Happy Together， 我是李心怡。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什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挥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想在。长久，睇嚟咧要送上今晚节目最后嘅一首作品俾大家一齐听下啦，释放自己。佢哋系 Mr，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我哋继续 Happy Together， 拜拜。充斥了伤悲，谁亦要躲避，时代秒秒变幻，我惊吓不起，然后一天水浸眼眉，招标抑压困惑到想死，这天机谁亦要去发梦都枉费心机，尘俗里的势力，其实你与我亦需暂作预备，人类仿佛经已脱离当初的哲理，分不清这距离成败，歪曲得太过儿戏，求生追梦死，寻找那自己，寻觅中解脱想与非，要不顾一切去躲避。
不顾一切去躲避，将感觉分离，离开有我道理，就算骂我亦要选择逃避。如果我未死，来释放自己，来闯出一个新转机，放低社会太多禁忌，将苦痛分离，来超脱这游戏，就算是我亦向选择离地。黑白长夜早觉冷，未够冷，前路已空白，来吧醒觉，让困局变懒懒懒转弯，不需再自欺，怎释放自己，找紧这一个新契机，去开创一个天与地，只占在风里，来指证我共你，就算话我迈向一败涂地，想释放自己，想找到自己，想找紧这个新转机，放低社会太多禁忌，将苦痛分离，来超脱这游戏，就算在世俗压迫下摇臂，想释放自己，让我俗世之下去飞，好想释放自己。中铁乐德国际现楼火热发售中，港珠澳大桥通车，开启湾区融成新生活。乐德国际地处拱北 CBD 核心地段，紫赤拱北口岸，城市中心，纯住宅区，智能精装豪宅，房价仅需澳门的三分之一。世界百强企业倾力巨献，湾区之心，豪宅典范。珠海销售热线0756-8519333，澳门销售热线2841-0321。老公，个仔流鼻血啊，快啲 call 救护车送个仔去医院睇医生啦。哦，流少少鼻血咁小事，唔使 call 救护车啦，我哋自己搭车去。call 救护车又快又唔使俾钱，去到医院又唔使排队，点解唔 call 啫？唔系噶，老婆，坐救护车去到医院，姑娘会因应情况再分流，同埋滥用救护车会影响真正有需要嘅人噶嘛。原来系咁，好啦。老婆，你睇，有车嚟啦。系、哦，就赶就到，顾己及人见共用。救护服务莫滥用。市政处话你知，受停电水浸影响或被弃置于街道的食品都不应该再出售和食用。现在时间是晚上八点。